民建聯舉行成立典禮當天的情景，我相信所有參與的人都還歷歷在目。我們在這個文化中心搞了那個、成立的活動，跟著就包了一隻船就去長洲，就在長洲那裡就是晚飯，就吃海鮮叫做就大吃一餐，就去慶祝。但是呢情緒最高漲的時候呢都還不是吃飯的時候，是吃完飯坐回船回來香港島的時候。我還記得呢當時船一路埋到近岸的時候呢，大家在船上面呢就一起高歌，一起唱中國的歌曲，唱到後尾呢就唱我的祖國啦，情緒非常之高漲，一路唱唱到船埋岸。這種情景呢就後來都很難見到，所有這些創會的成員呢就是經過當日一日，就是一種對未來的一種期盼，就覺得呢我們真的有自己的組織出來了，會創一番事業了，當時那個心情就是這樣。